我们出来了三四天了，今天是第一个蓝天。Hello， 我是莹莹，我们现在在延安宝塔。大鼓，延安宝塔是干啥嘞？我也不知道了，你是干啥嘞？这个宝塔不知道。哇，刘姥姥爬山了。你看着俺奶累了，你看着后面田给夹了一样哈，很像那个广告图片一样。哦，大太阳晒着好暖和呀。延安宝塔，在中国革命史上，延安宝塔是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。从宝塔这里就可以看到整个延安市的城市风景了。延安市不大，昨天我们都转过来了，然后这里可以把延安的城市风景尽收眼底。顶上的风景其实更好，有一个亭子，但是我奶奶走不动了，我们就在这个塔底下停着了。戴口罩戴了，我呼吸困难，头晕缺氧，我奶奶在这锻炼身体呢。爬山不爬，就在这慢慢的走。这个宝塔好看不好看？你看了没？没有你好看啥呀？走，我带你去看看去。走，直接就这儿，就这儿。来，你看。来，好看不？好看。说这么勉强。来，你喜欢不喜欢延安？延安跟西安，你更喜欢哪个？都一样。都一样？那给郑州、西安、延安、郑州，你喜欢哪个？喜欢郑州。为啥喜欢郑州啊？就是说我家。哦。奶奶。都会说话，来，咱俩喝个饮。我上厕所，拉肚子。啊，拉肚子！我奶奶到哪里都要留下痕迹。他大狗屁了。延安宝塔，再见。